still.好，大家没看哦，熟悉的场景啊。今天不是来嘴三名了，今天是来放一下我的库存片啊。这支影片大概在一年前拍的，哇，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暗炮的高光时刻。我自从接触暗炮以来，可以说是十钓九归，而且还会有几次是忘记带到钓竿了，而且可以暗炮点离我这边哦，至少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程。当下实在是那种目空一切的感觉。这支影片是难得永安渔港可以让我钓那么爽的时候。哦，通常在四五月的时候会有一波竹夹鱼，哦，接下来九月、十月就不一定。就连我问在地的钓友，他们都说，欸，这边的马家实在是大概十年、五年见到一次，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大举入侵，哦，就算你不是来这边钓鱼，你都可以看到水面上一直有马家跳来跳去，哇！啊，特别是对我这种很想要弄这些鱼的人来说，欸，这真的是盛会了。我觉得钓马家或是他同类型的表兄弟们，真的是觉得非常暧昧，哦，常常在钓的时候啊。明明就被咬一口，但是线就被剪掉，哦，那种明明知道它在这里，但是却离你非常遥远的感觉，只能说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。这里有一只芭蕉蜥，一直上，丢前面就好。想钻啊，呜呼！又中一只，往鱼群里面丢就有机会。我先玩慢铁哦，钓飘一点。再来，必须再重申一次，这边的马家好乖哦，都不会剪线。大哥你要吗？这给你，我这边有了。那么厉害？对啊。最后加哦，你有钓呱呱，没败了，没败没败。现在操作方法，大跳沉，大跳沉，好，目的在这群小鱼中，让它发现我的饵，饵是非常好吃的，来搞吧。哦呦，飞起来，前面也有，哇哇哇，四五只在打。又重了，舒服啊！嘿嘿，又一只，体型都不大。有啦，两分钟之内又洗一只了。水妖回来喽！哦，大一点。可以啊，又中一只，舒服。又中啦，舒服。哦呦，起鳃喽！哦。
这就直接打到天顶盖。嗨，他应该是头上来顶才中的，漂亮。啊，这是装备用这把 Crazy 962M。那会买这一把主要是它很便宜，网路上看大概2000多块就可以入手了哦。那时候我就是打着啊，我反正暗炮没有很常玩，所以就买一把便宜的乱抄。哦，用用这一把其实还不错啦，就中规中矩了。然后它真正开壶就是在这一次钓鱼，不然我买了2-3年这一把都没怎么在中。现在钓具间里面买一堆杆子都没什么在中鱼，很多就是看到喜欢就买了，但是出去钓的时候就知道现实是非常残酷的。那这一组搭配起来，重心大概会落在这个地方，个人觉得拿起来是还蛮顺手的。哦，既然这一趟已经钓到鱼，我开始有信心了。啊，想说之后再去玩一些重型暗抛啊，所以我的杆子的部分可能会去升级。孤德哦，这个比较大。哇，怎么那么难拉？啊，掉了，可惜啊，刚那只大只的掉了，可惜。现在目标是消波快这一处，因为现在潮水是往右边带，这边变成一个环流，下面看你冲不起来，掉就没了。来了 ，Beaver Time， 这里看起来一群啊。掉，哎，又掉了。掉了，可惜啊。走，哎呦，哦，又中了，又有，哦，真的很多啊，这数量，这只可以放生。现在最有效的手法，再抽一下，停一下，抽一下，停一下。看起来像一个快死掉的小鱼，它喜欢吃啊。原来他们都喜欢攻击卵柿子。来看一下，底下都是耳鱼哦，难怪这边现在鱼那么多。又中，呜，有一只，哇，这是自己把自己的鳃割破了，又要带回家吃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大家可以发现我在影片里面没有讲太多话，因为实在是钓到太忘我了。现在时期应该也差不多9月、10月了，等东北季风开始下来之后，哦，大家可以去永安渔港碰碰运气啦。我自己个人是会听到消息我再去，不然永安渔港大家知道的，并不是那么好钓啊。不过个人还是希望说今年可以加减靠一些，因为这个地方离我家实在是太近了，希望可以再搞一波啊。好啦，我是 Omega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